很特别的一个演出，因为我们看到Kingstar的一个演出都是在很多的作品、很多不同的歌曲。这一次的包含了上午，以及接下来这场，还换了两套衣服。对，就是想给大家耳目一新的感觉。有没有耳目一新？有。所以这次我觉得，我觉得我可以看得到表演者的用心，是对于所有粉丝来说最大的感动。而且应该也变得非常可惜。而且Kingstar有一个很特色的地方，就是对于Love Live这件事情，他们对他们的是台湾第一支跳Love Live的舞团。哇！所以我相信很多追随他们一路的，从那时候他们开始跳到现在的粉丝。对，有没有追六年啊？追六年举手。有，老朋友不要追。OK， 怎么说？想想我们Kingstar最近的除了今天的活动之外，我们还会有什么接下来的活动跟相关的一些讯息呢？那我们有最重要的一个活动，就是我们 Kingstar 在今年8月暑假的时候，8月29号，我们要办 Love Live 的主题公演了。哇！那么地点呢，会是在台北的Y17轻商音乐中心的10楼，花样展演空间。那我们会一定会有 Love Live 的许多的经典歌曲，然后也会换非常多套衣服。 所以要期待一下，这个8月29号马上就要到来的暑假的。没错，我们今天开始宣传。今天开始宣传吗？对，因为今天是个 Love Live 欧米场，是个非常无法多得的契机。第一手的消息。没错。第一手的一个消息。好，所以呢，除了这场活动之外呢，如果其实还有很多 Kingstar 相关的一些讯息。 最近也非常积极在更新 Facebook， 是的，是的。有没有谁一直没写那个日记的？因为各司其职。对。好，所以我们想要得到更多 Kingstar 的资讯的话，我们必须要上 Kingstar 的官方粉丝专页。啊，这边没有吗？没有。只要搜寻 Kingstar CANDY， 然后 STAR 就可以搜寻得到了。所以欢迎大家可以上我们得到更多资讯。还有什么话想要跟我们的粉丝好好来？他们是没有一一介绍要成员。哦，对哦，你们是应该一一介绍要成员哦。十几个人，很多。对啊，而且有些人好像站在你过去，稍微站过来一点点。然后我们其实我们成员一起往前站一步。哎，来一个一个 catch phrase 来一下。对，因为这算是我们第一次算是 cosplay 的大型演出，因为平常我们虽然有时候会有 cosplay 的 case， 但是都是只几个人，没有说整团这样，所以其实今天大家都蛮紧张的，等下可能自我介绍会有点就是口急，请大家不要介意。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好的，那么大家好，我是 Kingstar 的团长，已经跟小美，请大家多多指教。 角色是东条希，好，那我来一下那个浓缩液的地板好了。好，那
请挑，请看那边。来、欸。哇、哦！好棒好棒！现在有准备饭吗？大家好，老师欢迎，老师欢迎。老师好。大家好，我是商场的口技大小鹿，请多指教。所以给他关了一下。好，我是扮演原田海威的飞吻狂魔，我是刷糖的糖糖萌萌卡。大家好，我是 KT 四大的曼比，然后我今天扮演的角色是卡多利，请多多指教。所以今天站出去就代表等一下负责 ending 了，你知道吗？好 ，OK， 我们再次要感谢 Kenny Star。我相信呢，很多现场的朋友都在地也就追随了 Kenny Star 非常多年的一个时间。今天我想，你们的第一次演出是在高雄，今天的能够一起演出到现在，在高雄节这也是第一次的一个场地，一定是非常难得的。真的，而且也是第一次 cosplay 上局，还蛮难得的机会。希望从今天开始的时候，大家都成为 Kenny Star 的 fan 好不好？谢谢 Kenny Star。我觉得偶像追偶像，当偶像宅最有趣，就是这个地方，我可以看到大家的用心哦。